阿志，老奴在。你想当皇亲国戚啊？老奴不敢，老奴罪该万死。阿志，在。朕确实心悦于鱼儿。 不过是君王对臣子，剑客对明镜，画师对美景那样的喜悦，与男女私情无关，所以鱼儿不可能为妃，更不可能为朕生儿育女。记住。